来自光之兄弟群体信息。通灵莫尼克马修，翻译卢颖。地球的孩子们，光之子，星星之子，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总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你们身边。一，来自金星的众生，在爱与美中进行创造。莫尼克，我感觉到金星姐妹埃莱奥诺拉的灵在，她就在这里，在我们身旁，极其美丽，被光晕所环绕。一位比她矮一些的年轻男子陪伴着她，她的纯净与美好无法用语言形容，眼中充满无限的爱。她对我说，我很高兴来与你们交谈片刻，很高兴能显现于你们身边，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表达我的圣爱以及我的存在本质。我想把这本质传递给你们。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为了美好、完善与圣爱而做很多工作。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像你们这样二元对立的世界上。对我们来说，不断在自己所有的行为态度中表现出美好，以向源头表达其敬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行星极其美妙，它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个三维行星，而是一颗维度高得多的行星。我现在可以将自己投射向六维，甚至七维。不过，这是你们无法理解的。总之，我们星球上的某些存有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两个甚至三个层面上工作。我属于那种教导美好与完善的存有。我们持续进行着创造与再创造。我希望把这美好、纯净与圣爱传递给你们一些。我希望把我们世界上那些奇妙的色彩传递给你们，告诉你们我们的大自然有多么的美。它，大自然母亲，闪耀着生命与色彩的灿烂光芒。我们可以通过心灵感应与这大自然及生活在我们世界上的一切进行沟通。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局限。我想告诉你们，要在自身之中对完善下功夫，要在日常生活中尽量把所做的一切都做到最好，尽量做的就仿佛要将其献给源头一般。不需要你们去画出精美的画作，你们生活中的每个举动都可以尽善尽美。我并不是让你们去钻牛角尖，就像你们在地球上所说的那样，只是要让你们明白，完善就在圣爱之中，在心灵之中，在奉献之中。你们的在圣爱、奉献与完善的意识中，尽可能地将自己生活中的所有行为做到最好。愿你们一天当中的每个所作所为都成为你们献给天父的一幅画。就连做饭或吃饭时，你们也要有意识地去进行。当你们与自己的朋友、家人，甚至不认识的人交流时，要始终给出自己内在最美好的东西。要通过一句话、一个微笑，把你们的完善、美好、圣爱献给他们，也要把自身的完善与美好献给自己。要学会以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去创造，这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意识状态。为了进行创造，我已不再需要你们在地球上所用的那些工具。现在，一切创造都是用精神来进行的。不过，我可以在物质中使我的创造物增加稠密度。精神没有任何局限，而你们地球上的那些工具，则是有局限的。你们可以开始练习用精神去创造。想象出美妙的生活场景，想象出你们与周围人可能会有的关系，想象出你们要以怎样的方式布置房子、
穿衣打扮，扎出一把美丽的花束。有许许多多种用精神去创造的方式，但一定要在爱与美中去创造，不要不断制造出那些往往太具破坏性的想法，而要持续地创造出一些提升性的想法，一些美好的风景。只要不断地创造出美与爱就行。假如你们能看到我们的世界，哪怕只有一秒钟，你们也会惊叹不已。你们以为自己的世界很美，就其多样性而言，这个世界的确奇妙。然而，美是遍及宇宙的，每个星球都闪耀着一种极为特殊的美。四维、五维或六维的美是与我们所具有的感知力相对应的。你们的三维眼睛为你们还原出某种形态之美和色彩之美。但假如你们的视觉更具宇宙性的话，你们将会看到比现在多一千倍的事物。即使在你们这个三维世界上，如果你们的视觉更全面的多的话，也会看到某些色彩、某些形态，甚至某些生命形态。你们被局限在了自己的感知能力中，无论是听觉方面还是视觉方面。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相对来说是没有局限的。我说相对来说，是因为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在不断进化着。我们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所进行的创造与现在的并不相同，对你们来说也将是这样。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来自金星的众生，一切都是震动，都是能量。莫尼克，我看到一位存友穿着白色衣服，系着粗大的金色腰带，她真的很美，有着披到肩上的长发和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她的微笑真是美极了。她对我说，我来自金星，我很高兴来和你们谈一谈圣爱。我们的行星金星对我们来说并不叫这个名字，然而名字无关紧要，不必太在意名称。我们的行星的确是一颗爱的星球，在那里一切生命都只专注于圣爱，只专注于对圣爱的不同面向做出越来越高层次的发现。我们挚爱的人类兄弟姐妹们，圣爱是变化无穷的，也是会显现出无数形态的。每个行星、每个世界都会发现爱的一些面向。地球上的你们有时发现的是一些令人痛苦的面向，因为爱会让你们难受。在我们这里，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这儿没有夫妇，只有两位存友之间的爱，也没有任何纠纷，因为在圣爱中总是有着极大的尊重。由于没有丝毫嫉妒，因为嫉妒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丝毫痛苦，反而有很多欢乐。我们不断地发现爱的其他面向，因为我们在构想神圣的爱。我们从不把爱这个词及其含义庸俗化。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在你们那里，爱这个词包含着许许多多内容。你们有时在使用它时，甚至都不知道它所包含的是什么，以及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不像你们那样说话，我们的很多交流是通过心灵感应进行的。我们极少使用话语，主要用它来唱歌，或是用来从你们所谓的声带中发出声音。不过当我们要前往某些进化中的世界提供帮助时，我们可以运用话语。我们会用他们能理解的工具来与之交流，因此会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在我们的星球上，我们主要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更为便利。
在那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圣爱中没有丝毫弄虚作假，因为我们与之交流的那位存有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爱有多深。渐渐的，你们将在地球上见识到这种爱，那时自私、占有欲和痛苦都将少很多。有些人会提前感知到这种爱，也有些人会试着去践行这种爱，然而时候还没到，因为你们还没明智到足以体验它和显化它的程度。要是你们能到我们美妙的行星上来就好了，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在我们行星上到处都有的那种圣爱震动会令你们惊叹不已，以至于你们真的会很不情愿回到自己的地球上去。然而在地球上，你们可以努力使自己的世界成为一个幸福、和谐、和平的世界，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真正的爱之世界。尽管地球的震动与金星的截然不同，正如太阳系的每颗行星都有自己的震动频率一样，但每颗行星的行星意识都发出一个十分独特的声音，以构成太阳系的美妙乐队。至于地球，它目前还无法奏出真爱的美妙之音，那是真诚的、完美的爱所具有的声音。你们或许会问我们，什么是完美的爱？它真的存在吗？我们会这样来回答，它是存在的。不过，由于行星上的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只在某个限定的时间段内，爱可以是完美的。今天的完美之爱与你们明天或后天将要发现或体验到的爱相比，又可能是极不完美的。一切都在进化，因为一切都是震动，都是能量，正如你们的身体一样。稠密只是一种幻觉，只不过是较低的震动频率以某种方式使物质固化了而已。如果你们能将自己的震动频率提高到某种程度，有些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你们身上穿过去，你们也可以在有些人眼前完全消失，同时却又一直待在那里，也就是说，你们能看见他们，而他们看不见你们。在金星上，我们的振动频率比你们高出很多很多。我们在与许多其他银河兄弟协同工作，包括你们所认识的阿斯塔指挥部的飞船上的那些兄弟，以帮助地球及我们太阳系的所有行星提升振动频率。即便是在金星上，我们也仍然在自己行星意识的帮助下，不断努力提升着这颗美丽星球的振动频率。你们正生活在一个十分优越的时期，在这个美妙的时期里，一切都在各个方面得到准许。你们既可以体验到最光明的，也可以体验到最黑暗的。假如你们在某段时间里体验到了某种暗光，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这能使你们走向真正的光就好。有时暗光会成为一个跳板，把你们抛向真正的光。莫尼克，我们的金星朋友还在这里，她还是那么美。她对我说，你们这里美的标准与我们那里完全不同。你在以某种方式看到我，但是假如你来到我们的世界，你会感到惊讶，因为某些存有的美的标准与你们地球上的截然不同。我们的标准是振动方面的，我们振动得很好，频率尽可能的高。我们中的一些存有能塑造自己的身体，以使其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载具。在我们的世界里，身体的意识与灵魂的意识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在身体意识与灵魂意识之间没有分隔。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三，来自金星的众生，了解生命与灵性进化。莫尼克，我看到一位很美的存友，他的面容非常精致，头发是金黄色的，穿着一身浅金铜色的连体衣，系着一条很亮的大腰带，上面有个形状独特的装置。他对我说，我向你们致意，我是你们的金星兄弟和姐妹，很高兴来到你们身边。我来是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除去对自身、对周围、对生命竖起的无用的屏障，你们应该彻底解放自己。太阳系中正发生着对你们和我们来说都很奇妙的事。此时，来自许多星系的存有在访问和帮助我们的太阳系。阿斯塔指挥部的宏伟飞船确实正临在于这个太阳系。我曾荣幸并愉快地去过那只飞船。我们金星人是真实存在的。很多地球人说，金星上不可能有生命。他们这么说是出于对某些法则、某些层面的无知。我们太阳系的所有星球上都存在着生命，尽管那和你们所认为的生命不完全相同。在太阳里也有生命存在。太阳中心并不像你们以为的那么炽热。在它的中心存在着生命。你们会越来越多的听说我们的飞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们。不过，你们那些政府代表会装作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们不想给人们思考的各种问题提供答案。大多数地球人仍不知道生命存在于太阳系各处及远超出这个太阳系的地方。这在我看来很荒谬。我真想让你们知道，在你们生存的层面之外，在你们所能到达的层面之外，生命有多么丰富和神奇。我们的世界，金星，是个美丽、纯净、尊重、圣爱的世界。在那里，人们不断地创造，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不过，我们中很多存有选择去别的世界、别的星系上生活。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意识水平非常高的存有。在我们所处的层面上，在我们亲爱的星球上，也有着各种不太一样的意识层次。一些存有在灵性方面比其他存有进化得多。你们若是知道我的存在状态，或许会认为我是进化程度极高的存有，但实际上，我还有大量进化工作要做。我在尽可能地完善自己，而我只能通过圣爱，通过了解生命，不管是你们这颗行星上的生命，还是宇宙中的生命，来达到完善。我在不断地学习。我有幸能乘坐飞船去访问其他世界。我不是作为物质存有来到你们世界上的。每次接近这个世界时，我都感到有点困难，因为我感知到了这颗行星上众生的振动频率。我发现这种振动频率对我来说太痛苦、太艰难了。我是作为投射体在对你们讲话，就像一张全息图片。我目前正在你们大气层中的一艘飞船上。我们飞船上有某种全息机，可以让我们投射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们将来会用这种全息方式与人类接触，至少在最初是这样。我真想告诉你们，灵性进化极其重要。假如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灵性进化，你们就会禁闭在自身之中。我和我的很多兄弟和姐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帮助地球层面，帮助所有我们爱着的、受苦的人。
目前在你们地球上有很多不属于地球的灵魂自愿穿上肉身来帮助人类，他们每一个都会在特定的领域提供帮助。作为你们的银河兄弟，当我们看到那些同意遮蔽自己的意识，以便在最接近人类的地方提供切实帮助的兄弟姐妹们遭受痛苦时，我们有些难过。我们尽量通过我们的圣爱帮助他们，有时他们能感知到我们，有时不能。我们有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悲伤，甚至绝望，真想为他们多做些什么。不过，他们选择了做出这种圣爱的牺牲，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便从内部促使灵魂和人类进化。这对于大转变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金星和这个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已经实现了大转变，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我们这些个体或行星还在吸收着各种巨大能量并从中受益。这时我们可以日益成长，为自己打开一扇更大的通向宇宙的窗户，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活动。进化是持续不断的。我无限爱着的地球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得进化。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领悟爱并进化，直到结束在这里的逗留。然后当你们离开这个密度时，会重新见到自己以前爱过的很多存有。有些人会回到自己原初的世界并感到极其欢乐。来自金星的众生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